开始开会。继续没关系。那因为我们已经到达那个法定的开会人数，那出席人数为33人。那我们这次第八次的第二届第八次的临时会啊，开始开会了，开什么会？开什么会啊？开会了，开什么会？继续继续，财务长继续。那我。那根据我们的议事议程第议事议程，那我们下午呢就来举行议程补选，从请我们的议事组人员呢通知所有的议员，在下午2点呢进行议长的补选工作。那我们请议事组人员呢进行补选的工作，下午2点。那我们休息。休息。谢小刚。哦。谢小刚。什么叫宣布？刚刚没有铺这一次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
用开会啊。休息吗？这样怎么样了？来了耶。来，等下去，等下等。